果说今天你旁边有女朋友，对不起，来了。相信一定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。哦，谢谢你歌唱啊。我看到你们在一起，我就不爽。发条音乐节，谢谢总理同政公民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是茄子蛋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学业顺利，永保安康。有女朋友的就不要去抢了。